我们两个过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分开了。你说今年过年？那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全世界最 OK 的朋友。我妈妈离开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一夜白头。歌词里面有提到说世界太乱，然后人心太烂嘛，对不对？最近的时事上面会不会也很有感觉？我当初写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会发生那么多事，因为我们是娱乐圈，可是我们有时候把娱乐这两个字看太重了，就是把娱乐变成玩笑，可是有时候以娱乐之名会踩到别人底线之时，对，我觉得这是最麻烦的。我们两个过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分开了，对，然后对，你说今年过年？农历年还是新还是一月一？好，我们过年的时候分开，然后分开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其实从录哥哥的时候聚少离多，对，那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全世界最 OK 的朋友，我们还是会联络，然后还是一切都 OK， 我们还是会有问题，然后有什么还是会跟对方分享。就是我妈妈离开的时候那段时间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妈妈生病，然后又拍电影嘛，那时候就来来去去嘛，我整个拍片的两三个月都是这样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。其实我不太焦虑的，对。可是我那时候就一夜白头，我是真的会有一夜白头的，超酷的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人生的嘛，对，以前哪有管那么多。可是我妈离开的时候，我最重要的人失去的时候，你会开始重新想。到了这一章的时候呢，才是真正的我找到人生当中的那种chill。自在。